时光都被你自己浪费了，大姐，你还行不行啊？你的男神要走了。行，来走。丁总，去了。加油，我给你挡住门，谁都不让进，让你们俩单独相处。快快快，好。哎，我不行。 你给我打！啊！别！你就认怂了，你就这么没出息，你就甘心啊？不甘心，不甘心，给我走！对呀，你哪怕给他最后一个拥抱呢！哎呀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 丁宇，没事，就散了吧，散了吧，就散了吧。妈妈，要不现在咱们下去追，还来得及，好不好？ 你好，你是路飞吧？我是他的同事，我经常听美女说起你，我叫郭慧欣。你好，慧欣你好，你好，来了，Sunny，整个公司里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。不是吧？哦，也对。 那就走了，可不就是你最喜欢我吗？对吧？丁宇阳走了。啊，路飞啊，丁宇阳走了，被调到美国去了，他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我一路追他，一路审，我现在追不动了。 你点的板筋，谢谢。嗯，客气。好喜欢板筋，我最喜欢板筋了。老板，再来两瓶啤酒。好嘞。老板，我喜欢你。 他就这样，你喝多了，见什么喜欢什么。哎，你别喝了。没事，让他喝吧。太难受了，总要找个情绪出口。